敌人的位置告诉魔军舰队。 伤亡人数正在增加，魔军舰队的位置是向魔军舰队倾。
无法与山东航空战斗群通信，兰州舰大错，无法战斗。 摧毁一两艘美国航空母舰有那么难吗？我们没有成果向人民进行报道。如果此次战争不能取得成果，将对下届连任产生负面影响。不惜任何牺牲也要做出成果。等战争结束，跟我一起去看人体的神秘展览，冷静一下头脑。大家都看过人体的神秘展览吗？据说， 大部分展品是利用失踪者的身体制作的。我很好奇，你们中谁能和我一起去看展览？由于敌人的电子战攻击， 这些家伙是从哪里飞来的？ Johnson, Fox 2. 哎呀！ Fox 3. Fox 3. 导弹躲开！可恶，雷达失灵了。 已经没有剩下的舰船了，向国军求救，放弃船逃生吧。
Torpedo attack. What the fire squad? I think it's a submarine. Our submarine is not here. Check it out again. It's an enemy submarine. All right, let's give them a punch. Get ready for the torpedo.
鱼雷正在逼近1200米距离，全速前进，发射水平影响器材。鱼雷一直在逼近，100米，50米，防备冲击，米，正在进水，紧急出动，设备失灵，舰船正在下沉。Missiles are ready to fire. All right, launch number one.昨天在太平洋展开的战斗中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胜美国海军，中国海军击沉了5艘敌舰，然后大败了亚伯拉罕·林肯号航空母舰。昨天美国攻击了中国的产业设施，这次攻击牺牲了多数无辜平民，这是明显的战争罪行，美国的战争犯罪行为必将受到审判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做好了打掉敌人大本营的万全准备。